拜拜祖，在这个时候，你来去拜祭，我能够一人走。秋吉先，秋吉会被虽然如连峰参展台业，再次欢迎如意开机乌龙灯银龙灯最盛行台业，随着咱家长以及咱各位连峰各位支持参展，祝恁将平常顺利，非常了解一票万万台业。未来乌龙灯，天将天将降落，咱们接过来，接，接接。再次欢迎五台运动队运动团最技术大队美丽姑娘场内集合，刚才练辛苦，今天的场务在下面，祝愿五台的家属团祝愿正雅正光，祝愿姑娘场内。最真实的来开机，我们来旅馆，就在咱宜山宜港水库，在咱滨东水库，就是咱未来会议开机用的，就是咱第一届嘉奖馆的嘉奖团，这是非常难得，是咱虽然有这么难得的这个文化团体嘉奖馆，去继续在维持的操练，付出时间在咱欧阳锋、欧阳锋、大杰来参赛，祝天勇天上幸运。请求我们不要了解，起码来到咱这些公安表情进行一别三礼，再次恭迎出来开机，如意开机，五龙灯、金龙灯、五大地驾前大圣团，祝愿众爷一别福寿三礼大吉。咱所有参加着，咱所有家长吼操练的朋友，咱拢会来特别要求吼，咱来特别来要求，袂当犯着咱的家规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就常常听着讲，咱归来五龙镇的家长团吼，是一张是一支训练足严格的家长团啊吼。这个部分，咱嘛当借着咱这边的操练表演的过程当中，来欣赏着咱归来五龙镇家长团的行为。
咱相信哈，咱今日参照咱未来修天宫吼，咱的进庙大殿哈，咱即马平安道境大殿的队伍的表演当中，咱未来五六年高中段哈，应该是上盖了上上个安静的时间哈，但是此时无声息。新家来进行进入咱未来出天宫的庙埕，啊，咱准备来做一串香吼。啊，今天就咱这个新旧团的朋友，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，咱时间的关系，尽量来缩短着咱表演的时间吼，尽量来缩短着咱表演的时间，用咱上短的时间，甲咱上精彩的一段，展现着予咱场内观众，以及着咱主天宫妈祖，以及着咱的阿公祖来做一个场内之客吼。感谢着咱新旧团的朋友，因为咱是。在这里
真平安，期待今天到处轻松心情，以前网站将上线上，分享他真感受。春暖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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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暖花